哈喽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芝麻人生的频道，这是一个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想和大家介绍的是我去过最特别的餐厅，没有之一。首先先让我们来看看它哪里特别吧。这是一间位于菲律宾奎松市的餐厅，虽然我只去过一次，但这是我人生中到目前为止印象最深刻的餐厅了。Movie Star Cafe 是一间非常有特色的餐厅，从餐厅陈设到晚餐时段每小时的歌舞演出，重温各个叫好叫座的电影，仿佛来到 Hollywood， 迪士尼公主王子真实的出现在眼前，大英雄天团、美女与野兽，甚至到日本的卡通哆啦 A 梦都有，真心觉得这间店的员工肯定都很喜欢 cosplay 吧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间店没有座位时间限制，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完当天的所有表演，看到餐厅要关门也可以哦，非常大方的餐厅呢。他们的餐点也是十分平价美味的，主要是美式的餐点，像是披萨、意大利面、汉堡、沙拉这类型的食物。图片中的牛肉披萨是400披索，相当于台币280元左右，我们是六个人一起去，平均下来一个人大概是250元台币左右。但我们在 Movie Stars Cafe 待了一整个晚上，从晚上7:30一口气待到了11点，实在是舍不得回学校啊。说了这么多，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演吧。
看完有没有想去这间餐厅的冲动呢？我常常在想，如果台湾开这样子的餐厅，肯定也会造成极大的轰动吧。但光想到他们的人事成本和声光效果的开销，我想这的确是有一定的困难度，因此想去的朋友就到菲律宾一游吧。本期的介绍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会非常感激的。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这里是芝麻人生，我们下期见。